周深圣诞节更新了自己的抖音，演唱了成名曲《大鱼》的片段，又是一条非一般的大鱼，轻快动听，而这也显示了与抖音的再次合作。一年一度的抖音直播年度盛典正式开启，这其实就是一次网红主播界的巅峰对决，意在产生抖音直播界的年度最强主播。抖音直播年度盛典大概分为了比赛环节和绽放之夜两个环节，而喜欢周深的朋友只需要关注一下绽放之夜就可以了。2020抖音直播年度盛典之绽放之夜将会于2021年1月16日在海口盛大开启，周深确认加盟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另外，网易云音乐的官方正式发布了2020年度音乐榜单，这个榜单早先已经有了结果，这次是正式版，周深独占鳌头，拿下了20个奖项中的5个，也就是一个人占了1/4。这5个奖项归类于2020年度超级偶像、2020年度人气华语艺人、2020年度人气单曲。同时周深还发表了获奖感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网易云音乐2020年度音乐榜单现已正式发布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获得了年度人气华语艺人、年度超级偶像、年度人气单曲3个奖项，感谢一年来大家的陪伴和支持，新的一年我也会继续加油，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，谢谢你们。另外，在网易云年度热度最高艺人的排名中，周深也是排在了第10位，这也是很不错的成绩，值得恭喜了。这些数据的依据是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、收藏量、分享量以及搜索量的综合排名，这也是得到了多数网友们的认可。期待周深来年更多的舞台，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。你期待周深的抖音绽放之夜吗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